就是最近网友都很关心你和刘书恒的关系，那想问一下，说现在跟刘书恒是什么样的模式在相处？还是会常常有联系，但是就不是以前那一种状态。这有可能。借这个活动之前有打过疫苗吗？还没，所以我口罩就是比较紧戴着。所以已经有登记意愿了？当然有啊，因为我们的活动可能我们表演者比较不能够一直戴着口罩，所以多少还是要注意一下啦。那个疫苗打下去虽然可能没有百分百，但是还是就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力，所以还是得打。这也是有登记高端。高端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是我家人帮我登记的，他好像都说都有填哎，之前有先特定的，然后后来他说全部都填，因为你还是出席活动或什么都很危险，你还是能打就赶快打。我知道他对唱歌是很有梦想，然后继续，我瞬间一直伸手没打。好啦，我自己有演戏啦。就是甚至可能自己也有亲过嘴，但是我每次在自己那样的当下都觉得，哎呀，是不是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的另一半？就真的是朋友的模式在相处，对，还是会常常有联系，但是就不是以前那一种状态。这有可能？应该是不可能。我想目前啊，我目前觉得是不可能啊。是目前的感情状况有心境影响？新进展，嗯，就认识新对象。没有，就是先努力工作好了。那家人有说什么？因为之前看好很棒。没有说什么哎，我家人通常一直以来都是蛮尊重我的决定跟意愿，不太会干涉。之后的择偶标准会怎么样做变化？也没有特别标准啊，感觉合得来，就是善良，然后。真的人品要好最重要啦，其他真的还好。如果他又是演员，如果是演员哦、喔，可能就不考虑了吧。就我自己有个人的那个，今天即使是我跟别人，如果拍到那种比较亲密的戏，我有另一半的，当时我也会很不自在。我老实讲，所以就会觉得，已经知道说，我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接受，那下一个何必再去尝试？特别去找圈内。我其实没有特别找就是如果有缘分一定会自己来，因为我对感情这真的太随缘了，我比较想要工作上是比较好的状态，对，我能照顾我的家人这才是比较重要的，那感情上就是能碰到好的当然是最好，但没有碰到也不需要特别去强求。